这边有什么？茶草一堆。很多只哎，好溜！木头哦，不是木头哦，它是仿中里和故居的门楼啊。那个中里和故居，它的门楼，就是他们竹田的那一个，不是大陆关那一个，啊、大陆关那边。跑掉了，跑掉了！站起来，站起来，连饭都放不进去。什么都不能吃。我现在等我。我陪你。可不可以把它弄短一点？不行。再一次，动短也没用啊。这有一点难度哎，这对于手会抖的人。你也是在转。这个叫做水竹芋，好高哦。你走错边了，走这边，走这边，走这边。走这边。日本鸠尾，水灼，水蜡烛，这个好像长得比较高的葱哦。嗯，韭菜的。对。而且这边还有一个小桥啊。